佛或者是文殊菩萨，他不需要咒，那就可以去救了。那他这个时候阿难已经遭受幻术，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有相的人缘神咒去救护他。同时呢，他也是无相的，用大佛顶百宝光明代表无间顶相。所以无间顶相是什么？是智慧到了圆满极致的，以大智文殊菩萨的这个智慧。 一切佛母的智慧，来显示，才能救度阿难乃至一切生死的众生。这个是前面序分里面啊提到的一个问题。下次以后诸位如果有问题呢，可以写个条子啊拿给我，然后呢也可以用短信发送的方式也可以。这个问题上次就是一个同学把短信发给我。 那么我在这里啊，就做一个简单的解答。上次我们把《楞严咒》的这个《楞严经》的序分啊，给大家介绍了。今天要接下来讲正中分，正式进入经文的正题。大家翻开经文第一卷的第五页，总的第17页啊。 上回我们说到啊，这个阿难尊者遭受劫难之后，文殊菩萨持楞严咒去救护他，同时呢，佛是放这个百宝无畏光明，有千叶宝莲花，这些种种含义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就是代表着这部《楞严经》的正式内容。 是要使一切众生从生死根本当中拔离出来。那么，如何从生死根本当中拔离出来？这就是需要无尽的智慧、福德和慈悲。更重要的是，诸法实相，这百宝和千叶啊，实际上就是指一切法究竟真实之处。 这是《楞严经》的一个要点，这两点放在一起，一个是遭淫欲幻术的影响，生死根本；一个是成就佛道最究竟的智慧。这两者之间到底如何救护？这是这部经的正题，如何救护？就是我们大家现在在生死苦海当中。 你从生死苦海的此岸，如何去达到智慧福德三觉圆满的佛陀？那从这个过程应该怎么去切入？我们凡夫的错误生死的根源到底在哪里？把这些生死根源全部了断了，你再进一步的发现，哦，原来我生命内在就具备了这样无量的智慧。这是整个经文从前到后，一步一步的。 逐渐的深入，所以我们讲见道、修道、无学道。那么正中分呢，一开始是从见道开始，见道。那么他以阿难堕入淫习这样一个缘分，啊，一个契机，实际上可以显示出我们大家自己，许多修行的人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生死根源。你不修行的人呢，比如说在家居士，他一辈子过的这个妻儿子女的生活，对于淫欲这些啊，并不是很在意。那么你没有过这个关，自己啊也不知道。那如果你是专门想修行，后面的《楞严经》四大明慧就说：“那淫欲不断啊，尘不可出。” 你不能断这种心，实际上啊，是告诉我们，你的生死根源的那个结要打开，那个结打不开，你生死出不了。所以他以这个
作为契机。再简单一点说，整个《楞严经》的落脚点，它不是讲给四禅八定的禅定的人去听的，因为四禅八定的人他达到色界天，淫欲心不起来了，被扶住了。他也不是讲给声闻缘觉罗汉去听的，因为声闻缘觉罗汉对世间的淫欲一点兴趣也没有。也不是讲给三途二道的众生去听的，因为三途二道的众生整个被贪嗔痴捆住了，不得自在，你想救他难以成办。所以楞严经实际上是真正佛法在人间的表现，是在我们人间当中，我们一方面要追求真正圆满幸福的人生，觉悟究竟的人生，另一方面呢，我们能够感受得到自心在修行过程中就存在的一个很大的结，就是淫欲之心，就是生死根源。所以这个根源怎么来的啊？在进入正中分的开头，佛就把这个问题啊揭示出来。所以诸位看经文第五页倒数第三行，这个文殊菩萨持着楞严咒去把阿难和摩登伽女一起救来啊，归来佛所，把他提到佛这里来，请到佛这里来。那么见到佛以后啊，两个人的表现完全不同。摩登伽女的表现上次已经给大家讲过了，那么我们这里专门看阿难尊者的表现。阿难见佛顶礼悲泣，恨无始来一向多闻未成道力，殷勤祈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禅挪最初方便啊。这是阿难的表现，他由于楞严咒的加持回到世尊的面前，看到世尊他非常的难过，所以他见到佛以后啊顶礼悲泣。见佛见的是什么佛？在事相上他见到的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印度印化之身，千百亿化身释迦佛，藏六金身的这个释迦佛的像。此时的阿难他还是很不像，虽然在楞严咒的加持之下这个幻烁邪咒已经消灭了，但是他内心当中的对于淫欲的世俗的这种人情世故啊，以及凡夫众生通常认为的这样一种人伦道德观念他非常的清楚，所以呢他内心啊感到很难过，同时他有个顶礼悲泣。顶礼这两个字啊非常重要，如果阿难不是以顶礼悲泣的这种心，没有以顶礼的这种心啊，他可能不会得救。他得救的动力就是在他自己个人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最高的价值标准。我们大家信佛皈依三宝就要顶礼三宝，为什么要用顶去礼啊？顶就是你的最高处，最高顶礼是顶礼什么？顶礼佛足，足是最低处。我们拜佛的时候两个手摊开头靠下来，这是顶礼，头面接足礼。那么用我最高去接佛的最低处，佛的最低处是什么？就是佛在人间教化众生跟我们能够接得上的，因为佛的顶是百宝光明，我们看不到，我们凡夫众生无法达到这么高的境界，那么我们哪怕是从佛找过的脚印那里，只有是一条道路，从这条道路找上去我们也能成佛。所以顶礼的内在的一个心态就是你的思想境界，你的道德观念，你的人生价值认为最高最好的地方就是佛陀，就是三宝，这才叫顶。
我们拜佛的时候，或者去顶礼某一个师父，你去顶礼师父的时候，想拜下去，当这个见面礼一样，或者呢当客气一样，这个一点功德也没有，甚至严重的还会犯下傲慢之罪啊，犯三宝罪。为什么要犯三宝罪？因为你没有真正升起一种顶礼之心。换句话说，你去顶礼一个人，或者顶礼一本经书，你倒觉得他境界可能还没我高，那你真是犯下傲慢之罪。所以我们平常拜佛啊，就是你的全部身心，无论世间的任何高贵的地方，你都要想到只有三宝才是最究竟的，才是你人生最高的追求。我们这个话在这里讲，好像外人听到以为我们是自己吹自己，实际上你从佛法的教理上你去看，完全如此。世间的各种价值观念，无非是生灭轮回、贪嗔痴慢。那佛法呢，让你把这些是非人我、贪嗔痴慢、生死轮全部消除，达到了第一个境界，你的思想、你的境界打开了，知道无我，这个出果的罗汉就比人间高出很多了，何况是佛。所以整个佛法的落脚点呢，不是在人间，只是它的契机，我们众生都在轮回，它必须以众生为契机，然后呢，真正的目的是让我们超越世间的各种生死烦恼痛苦。像这个佛教的教理啊，一般的世俗上的人都认为某个宗教、某个教主是他创造了很多理论来引导大家。实际上呢，佛陀特别是佛法不主张这种观念，因为佛法是法住法界，不生不灭，不是佛陀创造，而是佛陀证悟发明，他看见了、发现了这个道理，然后呢，他按照这个道理来圆满了他的整个生命的究竟处。而我们凡夫呢，我们的观念非常的低劣，只有凡夫众生对任何事物的评判才会很主观的啊。有人认为一切宗教的教主都很主观，实际上呢，佛教最讲客观。为什么佛教讲客观？有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大家都知道，佛教讲你解脱了没有，解脱的第一个标准是什么？无我，是不是这样？无我。那假如你有我，你那个我执还在，你讲出来的法，你说出来的话，你的那个观念、那个价值观全部都是世间法，在佛教里面不称为正法。因为五乘正法才是正法，假如你没有五乘正法，只有世间的五戒十善，这个还不是正法啊。这个我们要知道，有了出世间的解脱道和菩提道，那世间的五戒十善才成为正法。如果没有的话，那世间的善业全部都是正法，全部都不是正法。为什么？那个《般若经》里面有详细的说，他说啊，我们这个一切众生六度当中，五度如盲，般若为导啊，万师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你看，你把菩提心忘记掉，就是出世间法佛的根本法你忘记了，那你修诸善法就包括五戒十善，你就是魔业。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没有出世间的解脱法，那你就是其他的宗教提倡的那些五戒十善全部都不是正法。就我们皈依三宝的时候啊，就告诉你，你不能以外道为师，不能以外道的典籍为师，原因就在这里。所以呢，我们一般的皈依三宝以后，升起这种顶礼之心，那就是说，礼是我们向他恭敬，向他恭敬；顶是在你内心当中确确实实把它当为最高尚的地方啊，用头去顶啊，不能用脚，也不能觉得是平生的。这是一个初入门的时候，你没有见到无畏光明，没有见到佛性真心的时候，是必须具备这样一种心态。那假如你开悟了，你知道十方诸佛同一鼻孔出气，那就是没有上下高低之分，说心佛众生尚无差别，这是明白的人
啊，已经见到了，没有见到的人，那你的心是这样最高的。实际上见到以后啊，他的这个像阿罗汉，为什么世界的欲望都没有？他其实真正做到了，把解脱道作为他人生最高的追求、最高的境界，他是做到了，所以他不需要啊再去想。比如说我们大家自己已经做到人了，你就没有想，没有必要再想到啊人是最好的。你拥有了这个人生，你就好好的利用，这就是真正的人。如果你拥有了人生，却去杀盗淫妄，去干坏事，破坏别人的这个幸福和快乐，那你就已经是堕落，而不是人了。所以真正的人呢，是起码要做到人的标准。那阿罗汉他能做到阿罗汉的标准，我们人是在六道当中不稳定的，所以做不到。那么初心学法，阿难做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你见到三宝，见到佛，他能够使我们从生死根源救度出来。因此他首先是顶礼啊，顶礼，用顶去礼拜，这个也是一种礼节。悲泣是他的一种由内到外的一种心啊，一种这个悲心。凡夫的悲心总是以自己感觉到痛苦来衡量别人，这是凡夫。那阿难这个悲泣呢，也具备两层含义。第一，他悲泣自己啊，悲呀是内心，泣是表现，表现在外。由于内心感到非常的悲哀痛苦，悲哀痛苦，所以他自然的就流泪。那另外一个呢，他也感到无量众生在生死当中受这么大的痛苦，却很多众生还没有机会得到这个楞严咒的救护，没有机会得到大智慧和大能力的大福德的救护，所以呢也同时为一切众生啊生起无尽的悲心。这个流泪啊，悲泣的泣啊，实际上是流泪哭泣。哭泣是我们人类历史文明啊，文明历史当中最早的最原始的一种发泄烦恼的方法。发泄烦恼，我们发泄烦恼通常说有三种形式，这是自然的，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就是流泪，流泪。如果你不会流泪的人，你的痛苦，每个人的痛苦都是一种毒，不管你是贪心还是嗔心，或者呢内心难受的这个痛苦悲哀，总是一种使自己的生命处在不稳定不安的状态。这个状态是给人身体和内心会创造一种啊伤害的，创造伤害。所有的毒对身心都是有危害的。那么当你内心感到不愉快不痛快的时候，你内心自然就有毒。这个毒怎么去发泄出来？如果你不去发泄出来，那可能你的身体受伤害以后，慢慢的身体就变坏掉，甚至危及到自己的生命。那如果你会发泄的，你把这个毒发泄出去，那自然对身体的影响就会少一点。流泪是第一种最好的发泄。所以我们大家如果心里难过了，你就哭。如果你哭起来，那周围的人他难过了哭起来，你不要劝他别哭，你要劝他好好哭。因为他哭是好事，他如果哭不出来了，这个人可能完蛋了。他有些人他悲伤到了极点，却是一滴眼泪也没有，那很惨啊，伤害很重。换句话说，会哭了的人他可能不会去自杀。会哭的人，会叫的人，会打的人，他不会去自杀，也不会去想不通。他不会哭不会打的，那可能完蛋了，你得注意他。所以我们很自然的有这样一种反应，内心的痛苦，第一种是通过哭可以排泄他内心的毒。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叫喊起来啊，所以一般的人一发脾气，他的声音就会大起来了，然后呢一发脾气就看到谁都想说两句，这个是说明他在排毒。那么周围的人，你看一个生气的人，一个内心有痛苦的人，他跟你说话你听起来不舒服的，不管他贪心很重、嗔心很重，或者呢内心很悲哀，跟任何人说话任何人都不会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话里面有毒，
任何人自我有种保护的能力，他这个毒向你发泄过来的时候，你肯定不会舒服。所以佛法里面告诉我们，你这个方法应该转一下。你如果是很难过的时候，因为你通过吼叫，人可以吼叫，那个猴子，那个山上的狼，它痛苦的时候它也会吼叫，叫起来人称什么鬼哭狼嚎。它就是很难受的时候，它会大喊的叫起来，叫起来它内心的痛苦，那个气啊排出去了，舒服了。所以我们人呢，如果烦恼起来，他要吵架，他要骂人，你家里人你让他骂，你知道他在排毒。但是呢，最好这个骂的方式啊，我们不要，因为这个骂的这个毒它排出去还会感染别人，那怎么办？你最好念大声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这样子啊，你排毒的方式就转化掉了，转化成一种功德，哎，把这个痛苦烦恼转化一种功德。还有一种解决烦恼的这个毒素排泄毒素的方法，就是碰撞。所以有些人他生气还拍桌子啊，要打人，要打人拍桌子，用身体肉体去碰撞，他的毒啊会消掉，内在的毒气啊会消掉。所以如果有人他要这个，北京有一次开运动会，中国队输掉了，输掉了以后，这个北京体育馆一出来，那些球迷啊，把大街上的那些路灯啊、栏杆啊，还有个汽车玻璃啊都砸碎了。啊，有时候说，哎呀，中国人真是缺德啊，没有修养。很多人发很多牢骚，但就有一个专家说这是好现象。为什么好现象？说明他们这个毒啊放在这里了，不会有别的事情说了。果然这样。所以如果这个人他不去打，心里闷着，在那已经气死了，然后也憋在那里，第一他可能自己就会憋坏了，第二呢他可能爆发出来啊，那比谁都厉害。所以呢，这些毒让他发出来啊会更好一点。这三种状况，我们佛法呢，如果你生气了，你也要碰撞，怎么碰撞？顶礼，哎，去礼拜，去赶紧磕大头，拼命的拜不拜拜啊，你的气也消除掉了。所以佛法就把这些世间的自然的这些发泄的方式，慢慢的给它转化过来。那我们大家的流泪也是一样，你烦恼痛苦起来的时候，平时要是哭了，你会觉得这个事情很难过，或者是很自卑，觉得自己很没用，在那里哭，或者呢，觉得别人对不起你，你恨他，在那里哭。这个眼泪虽然是排气的毒，是排气的，但实际上呢，它这个毒啊还是放散出来，给别人也会造成一种毒的这种攻击。那么佛法呢，让你去拜的时候怎么拜呢？你也去哭，哭的时候是惭愧，哎，惭愧自己，我阿难后面讲了，悔恨自己，然后呢，就是觉得我应该忏悔，以后不再做了。你通过忏悔来拜佛来流泪，你感觉一下，流泪完了以后身心是通体清净，感觉实在太舒服了。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诸位如果你有过用功打坐修行的过程啊，你都会有这个感觉。因为佛法里面是把这三种排毒的方式转化过来了。你看阿难这里也见到了，见到佛他首先是顶礼啊，先要磕头，所以第二呢他是哭，第三呢他也讲话了，他必须要讲话，因为不讲话憋在里面是受不了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三种方式。当然解决烦恼的方式很多，我们没必要一定要通过这三个方式去解决，但一旦有了烦恼了，我们要去解决。这三种烦恼如果都不去解决的人，这个人肯定命不长，或者命不长，或者呢他自己可能学短见。我们可以观察周围的人，所以可以引导啊大家把心中的毒排解出来，这是很自然的解决的方式，没有一点造作。那么阿难通过这样一种内心的悲感啊，他对佛怎么说？他这种心里的这种想法说，恨无始来，一向多闻贵权道利。你看他内心很悔恨后悔啊，这个悔恨是悔是忏悔，悔改，这个忏是忏过去的罪业，知道自己做错了，悔呢悔改未来，这个恨呢是在悔的基础上更加定的这个决心，不是嗔恨的恨。
啊，我们要记住这个悔恨的恨跟嗔恨的恨不一样。嗔恨的恨呢，是觉得别人对不起我，我要报复他啊，然后产生一种毒。这个悔恨的恨呢，是下定决心，相通于狠，下狠心，要自己这一回啊，这个错误啊，从此以后这回真不能再犯这个错误了，就下定狠心，必须改过来。那么它带有对过去的一种后悔，过去做错了，已经后悔了。所以说，恨无始来啊，是过去无始劫以来，是指我们众生生死。生死根源，因为无始劫以来一直在轮回当中，所以刚才前面说他的悲啊，是悲自己，也是悲同修啊，悲这些在轮回当中的众生。那因为众生都在无始劫当中，到今天还在这里轮回。那么阿难在无始以来悔恨的是他生死的根源，同时呢，他更加后悔的是什么？遇到佛法以后却不懂得修行，这使他更加后悔。说众生在轮回遇不到佛法，这是没办法。哎，我遇到了，他还在那里不懂修行。遇到了不懂修行是什么？一向多闻未全道路。这个一向多闻是说自己这个关键点呢，在一向而不在多闻哈。大家要记住。有些人看完这部经文以后啊，就认为多闻真我见，阿难很后悔啊，多闻真我见，说这个听经文法听多了，反而嘴皮子厉害了，思想活跃了，能说善道，但实际修行没有，所以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我不去多闻，这个对吗？你说这个错了，这个他把眼光放到多闻这里，而不把眼光放到一向那里。他的错是错在一项，本来应该是三项的，结果他单项了。三项是什么？闻思修，佛法的三会啊，闻思修三会。你听闻完了，懂得这个道理，按照这个道理去做。我们以前在啊学止观也好，学念佛法门也好，你听懂了下来以后啊，就需要思维，你观察世间人对人生的理解。跟佛法对人生的理解有什么不同，在这个不同的地方你找到自己的对比，自己的确定，这是人生价值观的一种很好的建立。建立了这种价值观，我们会心里很踏实，很高兴，很欢喜的去修行。所以必须要思维到位。那么阿难尊者呢，他悔恨的就是遇到佛法，听闻佛法，听了以后，而且他记忆力特别好，简直可以跟我们现代人的录音机相比。听闻佛讲完以后，他都能记住，都能背得出来。可是他没有落实在自己的观念和心情当中，他没有去思考自己个人的人生价值，也没有去观察宇宙事件的真相，没有把佛经和现实联系起来。所以他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联系啊，他是一项不是三项。所以一直以来他着重的就是要听，就是要多闻，要多听，要多背多记。但是闻思修三会是以多闻为基础，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今天听完这个法以后，我们就知道你听只是找了第一步。就像我们这个楼梯是三步楼梯，三步到了你到楼上了，三步没有你还在楼下，还没有上楼。但是这三步呢，你不应该说阿难走了第一步他很后悔，我后面两步没有走，然后你就更进步的说，哎呀阿难都后悔了，干脆我这一步也不走了，那是不是更傻了？所以很多人啊反对上佛学院，反对去听我听法，说你听完听了半天都不做，这个观念是错误的。你要看到他听比你不听要好，听懂比你不懂要好，懂了以后他能做比你不做好。你不能说懂了还这个你不懂还比他懂好，那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偶一大师说，你远行不问路径必定有误，你如果想成佛想解脱这么长远的路，你连这个路都不问，你说你现在这条路糊里糊涂的
不是说可能有误，是必定有误，一定会错误。所以一定要信听闻。在佛教的历史上呢，有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阿难，他听闻多了，听闻多了以后缺乏思维和熏修，这闻思修这三条，他缺了两条，所以呢，他遭受这个摩登伽女的淫色之难。另外一个叫无闻比丘，无闻啊，就没有听闻的，无闻比丘，他修行禅定法门，他得到四禅了。得了四禅以后，他以为自己已经成智果罗汉，就是说他没有系统的学习禅定法门，没有系统的懂得世间和出世间的根本差别，他不懂。然后呢，往那里打坐得禅定，然后他呢也道听途说，听到一些阿罗汉、初果罗汉、二果罗汉、三果罗汉的境界，他只是道听途说，只是很简单的听到这些名词。他觉得啊，自己正四果，哎，觉得自己就是，不是他自己，实际上是正得是第四禅的禅定，然后他以为自己已经正得四果罗汉了，以为自己生死已经了了。到了临终的时候，他还没有出三界，他就怀疑佛法，他说：“释迦佛都说四果罗汉没有生死了，我正四果罗汉怎么还有生死啊？”他的前提。我证罗汉是这个是错误的，他其实只有我证得第四禅定。那么这么一来呢，他诽谤三宝，升起诽谤之心，跟三宝啊脱离了这种皈依的感觉，就堕落三恶道。所以无闻比丘，你看他堕落。那么多闻的人呢，他怎么样？他遭受劫难。这两者同样的错误，同样的错误。无闻比丘堕落三恶道，还没法得救，因为他是诽谤三宝。诽谤佛，他没有顶礼佛。那阿难呢，他多闻，他知道自己啊功夫不够，他还能够顶礼，所以阿难还是得救了。所以说你不闻总是啊没有多闻好，哎，多闻呢比不闻要好啊，我们要知道这一点。所以阿难回说自己啊遇到佛法却只是在多闻啊闻法上面啊做了很多的功夫，未全道力。这个全就是指闻思修，思和修才叫全，就是这三项全部具足了，这才叫全。如果三项只有其中一项，那就是一项多闻。那如果你只是会修行，却不听闻佛法，不懂得佛法，也没有去思考，那也是一项，也是三项。那么这个当项呢，话又说回来，这个当项修行有两种状况是例外的。第一种状况呢，你是属于性行的人。性行的人是什么？就是你没有那种文法思维的能力，或者没有那种兴趣，或者说没有那种善根，然后你就是喜欢佛经怎么说你就怎么做，或者说你也不管佛经怎么说，就是看到一个师父告诉你念念佛求生西方，好，他就老老实实就是念佛就是求生西方，很听话。那么这种人他要有善知识，要真正遇到一个说法是准确的，或者他真正遇到一本书，他看了只有一本书觉得哎呀这本书说的太好了，我就按照去做。就像过去的这个老太婆老阿公老阿婆，他没有文化，一听说念佛可以往生净土，他就死心塌地老老实实的把自己的烦恼业习啊全部了断了，哎，临终往生得成就。这个是性行的人，他是特例之外，他没有多闻，他只要听到生信心了啊，以信愿持名可以往生，也可以最终成就佛果。他的多闻放在后面，他先修往生以后，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跟种种鸟种种树都给他说世间的这个出世间的四常八定，甚至是四圣第十二因缘六度化行种种妙法。你看读这个阿弥陀经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是随时都有说法，他在那里在增长多闻闻思成就。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刚才说了他有一个善知识指导他，善知识就是你遇到了一个真正有修正的人，他已经走过来，比如说遇到佛菩萨了，那么你对他有足够的信心，
你没有经文，你遇到了任何境界，只要告诉他，他告诉你怎么做，你老老实实去怎么做，自己也不懂啊，这样子也可以走。就像远行过问路径必定有误，这是普遍的现象。那两种情况是什么呢？一种人就是你虽然过问这个路，但是你跟着那个人，他懂得这条路，他带着你走，你就不用问了啊，自己就可以走。所以说有善知识指导，自己可以直接啊了生死，成佛修行，不用害怕。还有一种呢，就是你虽然不问路，你买了这个票，这个票的这个车这个船，说目的地就是到你那个你要去的地方，你一坐上车在那睡大觉也没关系了啊，这个你路不问也没关系，也可以到达目的地，就像净土可以往生啊。这两种呢是特例之外，其他的一切人，我们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善知识在旁边指导，也不确定你升起有没有升起这个对极乐世界的信愿行，这两种不确定的情况下，你必须要听闻经咒啊，听闻经华，懂得道理才不会出差错啊。这个是这里阿难啊悔恨的一个状况啊，实际的例子。那么为权道立啊，这个道实际上是指修道，修道是自己的修道所证得的力量。用我们现在说，就是你听闻来的这个法还没有起用啊，在生活当中还派不上用场，你的用场还太少了，不完全。你说它完全没有用场吗？有，如果完全没有啊，阿难可能脑袋就没那么清醒，就一去救他，马上救回来。你看看我们大家轮回在生死当中的无量众生，不停的总被各种杀盗淫妄所淹没，我们大家也天天在念人言咒，念一遍人言咒以后，你的淫心是不是从此断掉了？没有断，所以我们大家这个道力啊还是没有。如果有道力，它只是不全，所以说未全道力，并不是它一点道理都没有。那确实，给佛大士者啊，听闻那么多，他毕竟这个眼光还是高的，自己的是非啊还能够辨别得清楚，就是说明啊，说明阿难是初果罗汉，他的见地看法没有错。所以文思修的这个文，听闻的时候，你把你的观念转化了，把凡夫的观念转成圣人的观念，这个见惑就破掉。所以阿难初果罗汉，他见惑已经破掉，他已经能够看到我们生命的真正的真相在哪里，能够看到这一点。但是他的力量太弱，就是禅定功夫太差，所以踩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遇到事项他抵不过去。因为上次说过了，见后是迷理之后，理上他通达了。你听闻完了以后，作为我们在这里学习，听闻完了以后呢，我们理上也会明白。理上明白呢，一种是见后破掉了明白，一种是见后还没有破的明白。见后还没有破的明白呢，就是我们第六意识妄想闻思的智慧，是通过妄想去听闻去思考种种变化种种理解。我们说佛法很好啊，或者说这个境界很高啊，你都是第六意识妄想，都是妄想。我们现在学的你再好的那些观念那些想法也都是妄想。那么如果把这个妄想转化了，你不再以这个妄想的观念去看，那需要看到什么呢？需要看到我们真如的本体。看到这个体不动的本体以后，你的看法到了，你知道哦，我的观念不是以妄想构造起来的，大家闻思的智慧都是以妄想构造起来的，这是啊，凡夫以妄想构造起来。如果是初果罗汉呢，他不以妄想，这是两种闻思的智慧。那么真修实证啊，需要如果按小乘来说，需要四场八定的功夫，八定完了以后，入灭尽定，他的道理算是全了，就四果罗汉他道理算全了。那么在楞严经当中呢，不是指小乘的解脱道，更重要的是讲大乘的菩提道，这个道理啊那是更长远，需要修十波罗蜜法才能够圆满成就。所以在这个上面呢，阿难还是很不够，所以讲未全道理啊，未全道理。可是而言呢，解脱道阿罗汉
就能够全道理。菩萨道只有佛陀才全道理，那一切菩萨都还不够，都还不够。啊，这是阿难悔恨自己在心中产生的这样一种悲感。这里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是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没有天闻佛法，无始以来，无始以来就从生死根源一直到现在啊，还被这个淫欲的生死根啊抓住，这是第一恨。第二恨呢是恨自己遇到佛法了不知道修行，这是第二恨。第三恨呢是恨自己已经修行了道理不全，是功夫啊不到家，不能应运自在，不能与一切生死尘扰当中做大合适。这是三种情况。所以为了这三种情况，他必须要祈请佛陀如何解决他这三个问题。那么后面的经文的这个开始啊下去，正中分里面也是围绕这三个问题去解决。对无始来的这生死根源，你需要见到生死根源在哪里啊，这是这个西方十方七处十方啊，就是佛在见到位的时候就告诉你这个问题。那么当你遇到佛法以后如何去修行，这是讲后面讲的各种这个止观啊法门，止观法门让你啊从文思当中落实在修正上。那么为了解决第三个问题呢，他就佛陀又讲了二十五圆通。二十五圆通是真正无论是从小乘还是大乘都圆满成就才叫圆通。就是整部楞严经在这阿难请佛开示这几个字当中，是顶礼悲戒啊，恨无始来，一向多闻未全道理，就完全抓住他这三种恨的层次，然后再展开详细的解说。因为他有这三个问题啊，所以内心怎么样呢？是殷勤祈请十方如来。殷勤祈请，殷勤是什么？殷是指内心的真切殷切之情，是非常恳切。而且呢这个殷切呢就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就是非常的随顺善知识。佛陀你要这个我现在很需要你的这个帮忙，但如果说佛陀不帮忙，他不会有任何的怀疑和这个其他的想法。因为殷勤呢是属于很殷切，我很确确实实非常需要，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就是说世间的这一切需求啊都没有达过这个需求。他在无始劫以来一直到跟佛在一起，这个阿难跟佛当事者其中提到一个条件，就是说因为阿难是佛陀成道之后的第十二年才出的家，那么佛成道之后十二年以内讲的法他没听到，他佛要叫他当事者，他是提出一个条件，你以前讲的那些法都要给我讲一遍，都要给我讲，讲完以后要是不给我讲我不给你当事者。那他有这个条件，那佛就答应他了，以前讲的法都给你重新再讲一遍。那么在这里的这个殷勤啊就不是那种情了，这个殷勤是说我现在最需要的，我并不是要请你给我讲一些法或者做一些别的事情，我现在需要的是把无始劫来的生死根源怎么修行怎么圆满，你给我赶紧讲，我现在太需要了。是内心的殷切之情，殷切之情。同时呢就是他是完全，我们用现在的这个殷的这个殷切啊，就在心中的这种表现是什么，我们有时候说很着急的时候，你对一个人要求你会表现出很浮躁或者很难受，但是阿难呢已经不是着急难受，他非常心里面虽然很悲戚，但是呢他表现得非常祥和啊，非常和谐，很是让大家所有的一些凡夫圣人佛菩萨都觉得你是非常得度的啊，非常恰到好处的这样的状况。那么勤呢是勤勤恳恳，就是说我现在
要请问你啊，你叫我，你现在如果没时间，等一下有时间我还要请你啊，不停的请你。情是表现在外，因是啊内涵内在含蓄在心中的一种恳切之情。所以它是因情啊，其情，其是起告，起告就是我们说告示起白，就是把这个话说出来，说出来。他不是心里着急的在那想佛啊，你有神通，你应该知道我是想什么。他不是这样想，而是把话说出来，心里确确实实从这个心中啊表现出来。那么请呢，就是用他的语言来请佛。从前面看啊，身口意这三业完全具足。身业是顶礼悲泣啊，身体啊是顶礼和这个哭泣。这是身体，意业呢是恨无始来一向多闻欲成道力啊，这是意业，他自己啊是很清楚，内心很悲感。口业呢是祈请，哎，用语言去祈请，所以一切修行不离身口意三业。通过这三业的感应，这他祈请的是谁啊？祈请的是十方如来，这里面很重要。他不只是祈请的一个释迦牟尼佛，按我们常人要请的啊，释迦佛你很了不起，我要向你学习。后面佛问阿难，你为什么要出家？他说我看到是释迦佛啊，是怎么样，这个他的这个色身有三十二相，是看到是释迦佛的这个形状。而在这里祈请的是十方如来。十方如来是什么概念呢？诸位，十方呢，你们想一想，十方是东南西北，东北西北，东南西南，上下，你感觉一下，十方如来，上也有如来，下也有如来，东南西北左右上下都是如来，唯独自己什么，是一个凡夫。你们现在有没有感觉到，坐在这里的上下左右十方呢，以自己这种殷切之心升起，十方皆为如来。同时呢，十方如来有三种啊，有一般讲十方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过去佛他变一切处，所以这里面讲阿难以听闻的智慧，他知道他的周围身边这一切都是如来。但是现在的如来和未来的如来呢，这我们大家未来佛，每个人都是未来佛，但是未来如来到底这个如来在哪里？所以这里面呢，阿难在祈请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很大的一种决心，十方如来实则果觉。从过去佛来说他是果觉，从未来佛来说呢，他是因地之心。因地之心是谁啊？就是一切众生。反过来说，他所祈请的，一方面是请佛告诉我们如何解决这三个问题，另一方面呢，是希望周围一切未来之佛，十方的如来，也能够启发生出这三种问题，一并在楞严经中解决问题。说自身的问题总是要带着未来的其他众生的问题一起来问，所以阿难这一祈请实则是替大家祈问十方如来啊。所以说未来的十方如来就是我们周围身边的人。简单的说，阿难当时就想，过去成佛的佛遍一切处，未来的众生他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包括他身边的这一切，他现在一并祈请。因此这部楞严经不但佛在世的时候阿难当机得度，而且到历史上几千年以后，到今天我们大家还在这里祈请十方如来。这个道理啊，在经中就这个地方表现出来了。所以他祈请的是十方如来。十方如来什么事呢？这三个事情啊，是从专门修行的角度修行。因为他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是未成道力，那如何从这个修道的实践功夫上开启自己的力量，
说十方如来得成菩提，佛一切佛成佛的原因在哪里？得成菩提，菩提就是通称究竟佛果，在这个地方，这佛他成佛到底是依照什么？他得什么而成佛？如何才得以成佛而得成如来？如何才得成菩提？怎么才能得到？那么这个起问的这个状况呢，他是问已经成佛的佛他是怎么成佛的，那我们大家未来还没有成佛的，我们应该如何才能成佛啊？他这一句话现在是这两层含义。那么菩提呢，通常的状况呢，是指五种菩提，在大智度论有详细介绍。翻译成我们汉字，菩提就是觉悟，菩提就是觉悟，觉悟什么？这觉悟真性成为究竟菩提。那个菩提萨埵叫叫什么？觉有情，菩提就是觉，萨埵就是有情，我们就把它翻译成菩萨。那菩提，这个菩萨的菩就是菩提的菩，就是觉的意思，菩萨就是觉悟的有情。所以菩提翻译成汉字就是觉。那么觉分开五个阶段，大智度论说的第一个阶段是叫做发心菩提。发心，我们大家经常说诸位发发心吧，我发心学佛了，发就是出发点，从心中发起生发或者发展，发一般分开三个含义，第一是这个开发就像太阳，第二是开拓，第三是开除，开发的发。那么发起这个菩提心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心中升起追求觉悟之心，升起一种追求觉悟，追求觉悟就是追求成佛，我心里想到要成佛，上成佛道，下发众生，这叫菩提心。那当你心中升起这样一种心的时候，你就是菩萨，就是发心的菩萨，这称为发心菩提，发心的菩萨。诸位现在要不要发一下心啊？发下心，那大家都是发心菩萨了。很简单，发心菩萨他就是告诉我们，你心里想我要成佛度众生，你们要不要成佛度众生？要不要？那么大家就念一句，我要成佛度众生，我要成佛度众生。这个心就是菩提心，你从心中念出来，当你心中升起这种心的时候，实际上你就是一个发心的菩萨，所以不简单啊，发心的菩萨。第二个菩提呢叫做福心菩提，福就是降伏的福，辅助的福啊，福下来了。那扶下来是什么呢？把我们出众的烦恼扶下来啊！你现在在这里说我要成佛度众生，一出去呢是干嘛呢？我要赚钱养家糊口，就不是这个成佛度众生了。所以这个心不停的以世俗贪嗔痴五欲的心来掩盖自己，那这些掩盖自己的重心慢慢的要把它扶住，让自己这个我要成佛度众生的这个心啊不停的表现出来。所以第二个阶段是指贪嗔痴慢这四种烦恼慢慢的扶住，不要让它老冒出来。也就是说你虽然是赚钱，虽然是养家糊口，你事情可以去做，但是呢你心里并不是想到我只求世间的五欲之乐，而是你心里不停的想到我做这个事情其实是为了家庭更好的修行啊，为了家庭更圆满的成就，以这种心去想，那就是福心菩提，出众的烦恼没有起来。第三个叫做明心菩提，福心菩提还是一个凡夫，只是在修行禅定还有这个智慧文思这个过程中，我们听多了，平常的力量就大了，所以这心烦恼心就被扶住。那明心菩提呢就不简单，明心菩提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你要能够明白自己的真心，
人言经后面有详细告诉我们如何去明心，就是把你的根尘使得这些身患颠倒之法全部要把它拨开，看到了，所以明心菩提只是看到并没有做到，明白真心，这是明心菩提。这个两根录像机时间不一样的是吧？差半个小时。那不行啊，一个换都要让我停一下，都能打搅我们对吧？干脆以后就是我们规定讲一个小时好了。第三个是明心菩提，要明心见性，看到自己的真心。第四个呢是出道菩提，出就是出去了，道就是到达了。出去哪里呢？出去三界轮回，到达实际理地，这是大经讲的见到佛性了，明心见性，或者叫彻见佛性，出地菩萨以上称为这个出道菩提，最后是究竟菩提成佛，究竟觉悟成为究竟菩提。所以修菩提心有这五个阶段。那我们讲从凡夫成佛，就是成佛是什么？就是学佛是什么过程呢？就是不停的让自己觉悟，因为这个五个菩提就是五种觉悟的状况。第一呢，你要想觉悟；第二呢，你要慢慢的把这些不觉悟的东西扶住；第三个呢，你要看到这个觉悟；第四个呢，你要做到觉悟；第五个呢，是不但现在做到，将来一切都能做到，这是究竟菩提。那么达到究竟菩提以后，如何展现出来？这个菩提又有三种状况可以展现。第一种叫做真性菩提，真实的性，这就是法身佛，这是我们大家现在的真如自性，就是自己圆满觉悟的。人人都是佛，一切众生跟一切佛、一切心没有差别，这是真性菩提。从我们真性角度来说，第二个呢叫做实智菩提，实际的智慧，实际的智慧，实际的智慧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的智慧，文思的智慧不够，修行的智慧还不够，要什么？文思的智慧不够，要修正。那么证悟一下，你这个智慧啊又达高一点，一直达到你的真实的智慧究竟圆满了，才体现出菩提的妙用，菩提的这种德相。所以佛的称为报身佛，这圆满报身，圆满成就福德和智慧，这叫实智菩提。第三类呢是方便菩提，方便菩提是什么？就是你证得这个菩提以后，你需要去度一切众生，度一切众生却无一个众生可变度，这个状况就是要把它菩提之法、觉悟之法，去通过千百亿化身，以方便的方法的手段引导一切众生，这是方便菩提啊，就是三种。这个究竟成佛以后啊，三身佛所对应的这三种菩提。那么从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阿难提请的就是要请如来啊，他如何得成这个究竟佛，如何从我们发心开始一步一步的从明心到出道一直到究竟，如何成就。那么成就的方法在哪里呢？阿难因为他多闻，所以呢他这个下面呢把这三个方法就提出来了，出来的第三个含义啊，就是包含了这三乘的圣者啊，这三乘圣者也能够对应他们修行所受用的需求。菩萨不用解释了啊，十方大阿罗汉。那么大阿罗汉这里面实际上后面有个等啊，辟支佛等，大阿罗汉呢是代表阿罗汉的声闻乘。这个后面这个等呢是包含了小阿罗汉。那么阿罗汉怎么还有大有小？阿罗汉有两种阿罗汉，第一种阿罗汉叫做具解脱阿罗汉，就是他听闻正法以后如法去修，然后呢又懂得修行，又懂得教理啊，理论都很通达，
到最后称阿罗汉的时候呢，证得六种神通，得阿罗汉六通自在，这个称为具解脱，这称为大阿罗汉。还有一种呢，他喜欢听法，喜欢听法，听完法以后他去观照，一观照他身心一下子空掉了，见惑和思惑都破掉了，但是呢他没有六种神通，只有漏尽通，天眼天耳他心宿命都没有。所以我们不要看一个有神通的人跟没有神通的人，你不要以为有神通的人就好，有神通的说不定呢他是妖魔鬼怪，狐狸精也有神通，没有神通的也可能他是阿罗汉，只是小阿罗汉没有神通，大阿罗汉有，大阿罗汉他有六种神通。但后面人已经告诉我们，末法时期不能显神通，除非你快要入灭了啊，这个是后面的情况。所以阿罗汉包含了大阿罗汉和小阿罗汉啊，会解脱和具解脱。会解脱的他智慧达到了，但是呢他的习气啊还有，习气还有，而且习气还比较重，所以习气重他的神通显发不出来。辟支佛这个翻译成我们的汉字啊叫做独觉，佛是觉的意思啊，辟支就是独，独觉实际上呢包含两种，叫独觉和圆觉。独觉就是自己在深山里面修行，观飞花落叶，看自然的变迁，就悟得无常普空之理，然后记录这个佛法的真性，看到了真心本体，然后呢理事两样不通过，就是见思两惑都破掉，这是独觉。那圆觉呢是出现在有佛之士，听佛陀讲十二因缘之法而悟道的，这是外在的三乘圣人。具愿乐闻啊，具愿乐闻，具就是全部啊，除了佛以外一切圣人都非常的愿意听到佛陀讲这个法。因为菩萨的话他具备什么，他所要听的是全十二智之法，十法就是他修行的需要，因为他修行还不全，不未全道力，就是不够究竟。当然他未全道力跟阿难的未全道力是不一样的，阿难的境界呢因为他是出国还要差一点，所以这个菩萨境界是高，但是还不全。另外一部分呢，菩萨他也需要听法，为了度众生的方便。因为这个有些菩萨他见时候破完，成沙后没有破，就是度众生的方法不够，那么经常听佛讲这些度众生的方法，听多了以后他会掌握很多方法，然后呢去辗转教育其他的一切这个众生，所以他很愿意啊为了自利利他听闻这个法。那么大阿罗汉还有一个意思，就小阿罗汉我们称为有住阿罗汉，就住在涅槃里面不出来的，追求涅槃解脱的，我们称为小乘宝果不前，他保护自己的这个果报不往前走了，这称为小阿罗汉。那如果他证得阿罗汉以后，他还想把这个阿罗汉的这个境界啊解脱方法告诉别人，希望别人也解脱，这个也称为大阿罗汉。所以佛弟子当中，释迦佛的弟子当中，外现声闻相内密菩萨行的都称为大阿罗汉，他们证的是阿罗汉的境界，但是呢他所做的事情却是菩萨度众生的事情，这也称为大阿罗汉。那么这么多三乘圣者啊，说退坐默然承受圣旨，退坐大家都是南无阿弥陀佛。